花了多长时间就是得等等那审美等、嗯、不到一个月哦，不到一个月、嗯、微型摄像机记录的罪恶，暗访北京武警总医院。2018年11月，于明带着微型摄像机到肝肾移植大户北京武警总医院暗访。在繁忙的候诊室，几个肾移植患者和家属告诉于明，在这里移植器官很容易，只要你配型没有问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换上，如果配型好，说不定第二天就能换上。这个男的患尿毒症，一个月就做了肾移植，花了人民币35万。他一个月换是尿毒症，我说没错，他算一顿几千，是吧？反正花的便宜还贵啊。我不知道，我没便宜，便宜还贵，这个是等着要换，到时候就不。您呢？我也是。这个没多少钱呢？不是。那相对来讲还是便宜。你看你配型，要有些改好了，今儿晚上人也能换上。是吧 ？O 型的少。O 型的少。O 型的就是加车。不行的还得加，那就花了多长时间？就是得等，等那肾源。等、不到一个月，哦，不到一个月。是吧？心情很沉重。刚才采访了几个肾脏移植手术的，在这里边很简单的，不用一个月就能配上肾源，35万左右一个。A 型血比较多一点。O 型血可能还要加10万，加班加点突击移植，医院也在搞促销。供体丰富，可以指定日期移植。众所周知，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可移植器官短缺，在其他国家里一般都要等数年才可能等到一个合适的器官，而在中国居然不需一个月或更短的时间，甚至还可以指定日期移植。这些器官都是来自哪里？中共承认曾经从囚犯身上取下器官，并声称在2015年停止了这种做法。在卧底拍摄后一个月，于明逃离中国来到美国，他认为器官仍然是从良心犯身上强制获取的。于明说，北京武警总院的移植医生，他们自己介绍，就是一般的年轻大夫都做了800余例肝脏移植了，多的都做几千例了。于明调查到的这条敏感消息同追查国际电话调查到的很多资料基本吻合，相互佐证，有力地戳穿了中共对外公布的虚假的移植数量。据隶属天津市政府的北方网报道，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北京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沈中阳，其团队的肝移植总数从1999年的24例增长到2002年的209例，而从209例增到1000例，只用了2003年一年的时间。截止到2004年4月，沈中阳主持完成了肝脏移植1000余例，占全国移植总数量的一半以上。至2005年3月，沈中阳完成1600例肝脏移植手术，居世界前列。也就是说，沈中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600例的移植手术，平均每天有2到3例。追查国际发言人汪志远说，他做这么多的例数不可能是个正常的配型，他背后必然有一个比较大的活人的器官库，有那些人谁让他去取才行啊？正常匹配数字相当庞大了，他一个人600多，那就要相当大的人群了。沈中阳对换肝已近乎疯狂，被外界称为披着天使白衣的魔鬼。此外，沈中阳利用军民两栖的特殊身份，不但可以随意取拿来自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关押的数十万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的鲜活供体，他还有批发权。他常以讲课、临床指导为名，到中国22个地区、66家的军队和地方的医疗系统中，
推广建立器官移植业务，培养大量的移植医生，帮助消化各地活供体力的库存。沈中阳培训的大量年轻一代移植医生已经成为各地器官移植的骨干，他们在第一线的移植总量巨大，沈中阳因此又有杀手培养者的称号。该院的器官移植研究所副主任医师王建立现任肝肾移植代组组长。2008年前后，他对调查员说过，原来我们以肝移植为主。今年一天肾移植是500多例，这是世界上哪一个中心都做不到，都是流程操作了，你明白吗？北京的武警总院或许是全国移植医院的一个代表，一个缩影。他根本没有因为活摘器官罪恶在世界曝光后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而有所收敛。法轮功学员于明貌似拍摄到的移植器官视频十分珍贵，曝光了中共活摘器官现状的首份视频资料，是对中共罪行的有力指控。这也是向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英国独立人民法庭提供有力证据。英独立人民法庭详细审查了包括于明指控在内的所有指控，于2019年6月17号作出轰动世界的终审判决，判决中共犯下反人类罪。独立人民法庭裁定，强摘器官得到中共政府批准，法轮功学员是强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现在波及其他信仰团体如维族等。法庭结论，强摘器官至今仍在继续。独立人民法庭终审判决可为世界各国政府乃至国际法庭直接采纳，令中共倍感震慑与恐惧。